在1943年7月7号美军攻占塞班岛之后，美军的 B-29 远程轰炸机就可以在那处的机场起飞，是轰炸日本本土的。但是因为塞班岛和日本东京距离有2700英里那么遥远，往返需时，所以效果就并不太理想的。打开地图一看，就会发觉小笠原群岛距离日本本土只有1400英里，距离缩短了很多。所以若果美军能够攻占小笠原群岛的话，那日本的国土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的。美军选择攻击的目标就是小笠原群岛的硫磺岛。硫磺岛就是因为它的地下时常喷出的硫磺气味而得名的，人口十分稀少的。硫磺岛虽然是一个贫瘠的荒岛，但是因为岛上日军建筑了三个机场，所以又成为战略的重地。当时奉命驻守硫磺岛的就是栗林中道中将，他率领20000的日军坚决死守硫磺岛，以免日本中门门户大开而令美军得以长驱直进。美军在进攻硫磺岛之前接连轰炸70日，尽量摧毁当地的防御设备以及打击岛上日军的士气。美国的70000大军是在1944年2月19号在硫磺岛开始登陆的。海上有强大的海军舰队施行炮轰来支援登陆的美军的。当时包围硫磺岛的美国海军舰只是有100艘那么多，他们除了用强大的火力来炮轰岛上的日军阵地之外，同时亦拦截日军从各地赶来救援的舰艇，这样就迫使当时岛上的日军既缺乏后援，同时又缺乏粮食的弹药等等的供应的。美军的攻击目标主要就是岛上的机场以及岛上的最高点捷拨山。美军在舰艇以及飞机的炮火掩护下奋勇向前，而日军就隐藏在山洞之中负隅顽抗，以致双方都伤亡惨重。美军以喷火器来对付隐藏在山洞里头的日军，这些喷火器一开动，一条条火柱般的熊熊烈火就直扑向山洞，将山洞里头的日军烧死或者令他们窒息而死。美军在2月22号终于冲破日军的防线，冲上去捷拨山的山顶，并且那处竖立起美国的国旗升条旗。竖旗那一刻被美国的随军记者将当时的情景拍摄下来，成为太平洋战争里头最经典的一张照片。虽然美军攻陷了捷
撥山啫。但係硫磺島嘅戰爭咧，並未就此結束嘅，慘烈嘅戰爭仍然喺島上嘅其他地方咧係繼續，直至到三月廿五號啊，美軍先將硫磺島咧全部攻佔嘅。戰後嘅統計啊，雙方傷亡慘重，美軍嘅傷亡數字咧高達25,000人，而日軍嘅傷亡數字咧就高達22,000人嘅。硫磺島嘅失陷咧，就令日本國土防衛安全咧敲起咗警鐘，令到日本大後方咧惶恐不安嘅。而美國咧得勢不饒人，在攻佔了硫磺島之後，他下一個攻擊目標就是距離日本本土更加接近的沖繩島。